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大家快坐好啊！起立，老师好，同学们好。最近我灵感爆发，又有了很多新的对子啊，就比如彩云追月，得知己，还高山流水觅知音，要暗藏玄机呀！啊，那相亲相爱同胞弟，厉不厉害？你坤哥花心，谁叫人爱那朵花心？荔枝，你让我拿什么荔枝？啊，那闺蜜官宣，我赶紧祝福送上，让姐妹开心。哥们脱单，我立马行动起来，带兄弟绝育。啊，从善，上帝让你去天堂，抽一佛祖给你送火箭。哎，糟了，没憋住，点赞回功德，点赞回功德。昆仑山听小曲，霎时水色飞扬，入骨三分是昆曲。张家界闹干旱，突然油光闪亮，定睛一看，哦，是张翰。啊，太棒了！这对 CP 给我锁死。好，我来出一个贼难的。三色花朵落到海中，海红黄蓝绿，四种元素放在纸上，只因你太美。哇操，这简直工整他妈带工整去吃早餐，他妈工整的时不时有饼。天空是微蓝色，窗外有星星。好，那我也来出一个对子好了。宫崎的江河狭窄的臂弯，石桥下昼薄满燥热，笨拙的盔甲将满是哀伤，多谋的将领常叫敌惧怕，孤身换下地之父老皆先行离去，此战吾不死则尔身亡，无论英雄直至死无兄，此时汝何人也，吾非无名辈。丑时冰河中已多嫣红与尘埃，一时静垂的丹臂已颤颤难抬，卯时抖动的丹腿已踌躇不前，辰时死斗皆尽其无可奈何，巳时看得见这般荒凉的画卷，午时未尝割舍悲痛的心情，未时不能留存完整的身躯，这时看到知己都是大义的心酸，有时纵看此役，谁能留住芳名于千古，虚实百姓何时才能解其苦，太师不知死伤，外寇终归尘土，国存何方。哇塞，这是用十二个时辰描述了一场战争，这道题太难了。巧了，我刚好有一个下对，笔直的脊梁，宽厚的手掌，木椅上肩膀能乘凉，灵活的大脑从不会悲伤，精明的父亲总让人紧张，笑着说出门的母亲怎还不回来，今天我不会让你受伤。假如记忆能从零开始，零岁你是谁我不认识，一岁脑海里满是空白和陌生，两岁失控的双唇在牙牙学语，三岁颤抖的双脚在蹒跚学步，四岁生活还完全不能自理，五岁记不住那些熟悉的词语，六岁试着理清混沌的思绪，七岁想要补全残缺的逻辑，八岁说过的话总会粗心的忘记，九岁总有一天我会去往更大的事情，父亲我会不会忘记你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因为父亲总会记得家在哪里。哇，这是用十年的养育之恩来描写父亲，满屏的弹幕都是有才啊，实在是妙得人好想一键三连呐。不对，我的上对讲的可是时间的流逝，你的下对可没有，那就把下对全部翻转倒过来读，而这才是我完整的对子。佝偻的脊柱，皲裂的手掌，木椅上经脉在曲张，停滞的大脑感不到痛痒，精明的父亲正变得痴呆，哭着说过世的母亲怎还不回来，今天我又让自己受伤。补全残缺的逻辑，试着理清混沌的思绪，记不住那些熟悉的词语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颤抖的双脚在蹒跚学步，失控的双唇在牙牙学语，脑海里满是空白和陌生。爸，我不认识你。当最爱你的人忘了你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别为我儿子的，我儿子最爱吃这个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他本不该忘记自己的人生，就像你不该忘记爱他。孩子，记得回家。你的三连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投币过10万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